家好，我是李忠伟。很抱歉今天不能出席 Error99 的活动和这次的世界锦标赛。YONEX 每一把的球拍都带来给我不一样的惊喜。这把 Error99 有史以来我用过最好用的球拍。我决定用这把的球拍，因为这把的球拍感觉特别好，不管是杀球、往前控制球、防守，还有一个它的爆发力无法想象。谢谢 Yuta-san 和 Yamagawa-san 的支持，也谢谢林丹这次帮我出席这个活动，也希望你取得好成绩。我会尽快回到羽毛球场和你们见面，拜拜，我爱你们哦。